绍一下吧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福建龙岩市文文生，然后非常有幸的加入到了蜂鸟与野马这个大家庭。嗯，你第一次拿到这款针和机器的时候，你的第一感受是怎么样的？首先一眼看过去，这个针与这个机器，首先它的颜值就已经非常高了。然后，第一个感觉就是设计的都挺不错的。那你第一次使用这款针跟机器，你的感受呢？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是割线，用上这个针，感觉线条让我非常的丝滑，然后这个机器的握感啊。实在也非常的棒，对于一些扎实一点的线条啊，或者传统一点的什么高饱和的之类的，都手感都非常好。那你觉得这款机器和针它的一个包胶的设计，还有这款机器它新增的可调节行程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首先，这个机器它的包胶非常有效地缓解了长时间工作手部带来的疲劳，然后就是这个机器的握感，感觉跟我的手刚刚好，正好是刚刚好，然后也是非常的缓解了长时间的工作，而且这个机器它充电也挺快，虽然说它是一个无线的机器，但是可以利用中场休息充那么几分钟。就可以带给你持续的工作。那你对第一次使用这款机器和针的纹身师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如果没有尝试过这个机器与这个针的纹身师，然后就是建议你们多尝试一下，因为有些东西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质的飞跃。毕竟工艺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可以带，给你带来一些质量上、技术上的提升。那你对这款机器还有针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建议就是目前这款针单盒的数量有点少，建议的话可以增加点数量，这样就不至于一次性爆货爆太多，就可以用得更久。然后机器的话目前没有什么建议，因为目前使用都挺好的。